好，我是 Dr. Daily。我是成为一个家庭医生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要病人进来只能告诉我一个问题，我希望他们能进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说，然后我们都可以谈，然后就帮助他们。我是 Megan Daly， 家庭医生 ，Mainline Healthcare Cityline Family Medicine。做家庭医生，我常治疗的病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喉咙痛、背痛、耳朵痛，很多不同的病。每个人应该有一个好的家庭医生，因为什么问题就可以告诉他们，不要有时候不要等到有问题才去看家庭医生嘛，要去身体检查的时候就去跟他们沟通，有什么问题或者预防性的就可以跟医生沟通嘛。运动也很重要，吃的东西也很重要，不是说只有病的话才进来跟我们沟通。运动医学有一个特别的兴趣，因为可以帮忙病人有不同的运动问题，可以进来，如果肩膀痛、脚痛，我也可以这样子帮他们，不用去看别的医生。跟病人能说国语的话，他们就觉得比较自然，告诉我有什么问题跟他们沟通。平常病人进来是跟其他家人也来，所以很重要跟他们沟通，因为如果有问题，那有时候是我跟家人沟通，不是每次都是跟病人沟通，那大家合起来我们可以好好的照顾病人。我觉得病人应该来看我是因为我会听他们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病，我们可以两个人了解沟通，这样子比较好照顾他们。